麻辣王子的辣条，买一大袋就给多给两袋这样的试吃装哦。有很麻很辣，有微麻微辣，我肯定选很麻很辣。开吃吧。就是这个味，油香油香的。啊，都正冒油的感觉。这个不甜哈，而且它没有加甜蜜素，也没有反式脂肪酸。这样的一小包里面的话是四根。满口爆油的感觉。算下来的话，一小袋的话也就是73大卡。你如果每天吃一两袋也是可以的。我觉得辣条这种东西真的是没有人不喜欢吧。特别打发时间的小零食，油滋滋的，我觉得很麻很辣很好吃。如果你们不能吃辣的话，选微麻微辣也可以。这个不甜哈，就是那种很重口味，很麻很辣，孜然味也重，然后也油润润的。辣条就是你当时吃的时候没啥感觉，后劲的话还是比较辣，就嘴巴里会有那种很麻很辣的感觉。